各位观众好，我是陈方明，欢迎收看《台湾新文学史》。台湾文学发展到1950年代的时候，整个的盛况慢慢出现。在那段时期，反共文学当然是主流，但是我们也逐渐发现，台籍作家慢慢在文坛登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风景的转变，尤其是上一次我们介绍了文友通讯那一群台籍作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钟理和，但是另外一个也是姓钟的，就是钟兆政。钟理和是美浓客家人，钟兆政是桃园客家人。钟兆政因为他住在桃园，龙潭，在石门水库附近，他所记录的台湾人的历史故事，在所有的历史小说家中，他是最杰出的一位。他最早写出的大河小说《浊柳三部曲》，就是因为他写的这个《浊柳三部曲》，被吴浊柳看见了。吴浊柳是觉得说，怎么有人用我的名字写小说？事实上，浊柳就像浊水溪那样，它只是一个河流的形容词。这使得钟兆政跟那个吴浊柳呢认识的一个契机。那所谓大河小说是什么？基本上它是指一个家族，它跨越不同的世代，而每个世代他们有家族的传统，也有反抗的传统，所以在家族传统跟反抗传统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可能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地点。那这种世代跟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跨越，使得大河小说变成台湾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当时呢，他在文友通讯的时候，他跟钟理和，然后廖清秀，他们几个人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到底我们是要用我们本地的语言，譬如说他们是客家人要用客语，那漳州人的话就用闽南语。他考虑到文学传播需要给更多的读者看到。如果你只是在你的方言的族群里面传播的话，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族群外面的其他的不同的族群。台湾历史是非常非常复杂，它不仅仅是不同世代的移民来到台湾，到今天为止，我们也看见移民的那一种运动还是没有停止。过去就是从中国大陆偷渡来台的，现在我们也慢慢看到了东南亚的移工移民，他们也慢慢进入台湾这块土地。台湾文学之所以那么精彩，就是因为族群非常多元、非常丰富，几乎整个中国所有的语言都已经来到台湾了，那更别提客语、闽南语。那现在东南亚语言、印尼话、越南话，都成为我们台湾社会构成的一部分。文学必须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因为开放了，才能兼容并蓄，兼容并蓄才使整个文学内容丰富起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张兆正在1950年代就已经决定用国语来写，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要写出让岛上所有的族群看得懂的作品，而且也必须让他们知道台湾历史是怎么演变出来的。他被称为大河小说作家，其实就是在写台湾的历史故事。他开始写《浊柳三部曲》的时候，他也可能是唯一的台湾作家第一次可以在《中央日报》连载。那么，《中央日报》是党报。它是反共文学的大本营。要看1950年代的反共文学，
中央日报是不能错过的。而一位台湾作家居然可以在党报上面长期连载，那样的待遇当然是不一样。不过当时我们也可以知道，国民党也是用心良苦，他要向台湾的读者示范一位本地的作家，他能够使用这么流利的国语来写，那当然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他完成《浊柳三部曲》，又完成了《台湾人三部曲》，一共六本小说，他写完了整个60年代，也写完了整个70年代。到70年代的时候，他全部的作品长篇小说都出版了。那他出版的时候，台湾进入1970年，也就是乡土文学开始盛行的时候。而乡土文学最早的开发者就是钟兆政，《浊柳三部曲》跟《台湾人三部曲》已经为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定下了基调，这是我特别尊敬他的原因。那么在台湾新文学史里面我对他的评价是特别高，毕竟他开启了一个时代，他也开启了一个风气，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台湾历史的发展。而在这方面，吴浊柳他也想要这样来写，他先写了《台湾联翘》之后，结果他已经没有办法，他已经无以为继，因为年纪太大了。所以继承吴浊柳所主办的台湾文艺，接班人就是钟兆政。钟兆政真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在挖掘台湾作家，特别是新时代作家，他也是用力最深。然后写历史小说，他是第一个开拓者，他能够跟年轻世代对话，他也可以跟上一个世代对话，他刚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相形之下，在南部的叶石涛，我们上次也介绍过了，他是专门整理文学史的，写的文学是比较唯美的文学，比较像是日本那一种内敛的浪漫的，可是又非常含蓄的那种爱情小说，叶石涛写的最成功。那北中南叶这样两个人，就为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呢，立下了坐标。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那样的时代，它的背景就是反共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谈到反共文学，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的名字叫陈继颖。陈继颖他是立法委员，当时领导台湾反共文学的一个重要党的干部呢，他的名字叫张道凡。那张道凡他是一个美术家，可是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为国民党服务的一个文艺工作者。那张大环就要求陈继颖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协会一直到1970年代都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组织，背后就是国民党文工会在控制的。那这样的一个中国文艺协会，它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1950年代。因为广播电台需要有大量的宣传，那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做政治宣言的那个广播，也需要有一些比较柔软的那个发言呢，可以让一般听众不必每天都在接收反共的东西。所以当时中国广播电台，那个中国广播电台，它就变成了台湾非常重要的工具。尤其是他们的广播剧，我们听广播剧，小时候在听广播剧，因为当时没有电视，全家就是聚集在
收音机旁边，然后听广播剧一个一个连载。那广播剧它当然就是说就好像舞台剧那样，但是只有声音而已，你看不到影像。在那个苍白的1950年代，我们是那样度过的。我整个小时候都觉得说，那个联播节目开始的时候到晚上八点，全家都聚集在楼下，然后呢都在听那个收音机。那做这些工作的是谁？原来都是陈继颖，他在分派这些工作的。他们不仅是分派工作，而且呢，也要派作家到前线去绕军啊，譬如说到金门、马祖，特别是823炮战的时候啊，很多作家都必须去。所以这个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组织性非常强的一个文人，非常听党的话。他写出的长篇小说，事实上在1950年代是算是相当杰出了，一本叫《赤地》，一本叫《贾云尔前传》，然后最后就是《华夏八年》，那在《狄春传》，我觉得最好看的是《华夏八年》。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欢迎各位观众回来收看《台湾新闻学史》。陈继颖他所写的《华夏八年》可以说是蛮成功的，因为他是写两个家族，一个是姓华的，然后一个是姓夏的，两个家族在抗战八年的过程。因为他用华家跟夏家这两家呢，其实就在讲中国那八年的抗战经验。他用抗战来取代反共文学，那其中呢，就是这两个家族的那种交流的故事呢，其实用家族来代表当时的国主，因为故事性特别浓，所以呢，很多人喜欢读他的小说。纵然知道他是一种反共文学，可是他因为艺术性比较强，他又很有才气，遣词用字呢都非常精确。在我的文学史里面，对他的评价是比较高，因为大部分写反共文学的人，最后就变成反共八股。那反共八股只要是共匪，就是恶劣的那个人性；只要是反共，那人性就特别崇高。那一种制度性的文学描写就已经不是文学作品了。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迎合党的支配。陈继颖在这一点上呢算是做了重大的突破。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获奖的作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潘仁木。潘仁木他在写那个涟漪表妹的时候，立刻就获得中国文艺奖最高的奖金。他以涟漪表妹奠定他在台湾文坛的地位。后来他又写了马兰自传，是女性成长小说。在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潘仁木他有机会回到中国。他就觉得他的亲戚真的好凄惨哦。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遭到的那一种被贬义的待遇，他无法接受。他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来改写涟漪表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写的反共还不够反共。他们都觉得国民党宣传文化大革命还不够，因为他们没有宣传出那个真相。这几乎可以说像潘仁木这样的作家，他能够在反共时期写出的女性成长小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谓成长小说，其实就是一种启蒙的小说，一个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如何意识到爱情是什么，性是什么，男女关系是什么，政治启蒙是什么。那种成长小说事实上在那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像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读了那么多的反共小说，但是我觉得非常精彩的，没有多少作品。那像陈继颖，当年看过的时候，小时候看过，后来再写文学史，再重新阅读一次，就觉得他的反共小说其实是暗藏反共在里面，可是艺术性的成分他没有牺牲掉。那另外一个呢？一个杂志呢，就是张道环主办的，叫做《文艺创作》。当时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作者都是反共作家了，有一个叫端木芳，他写的是《八勋章》。《八勋章》是他在跟中共对抗，然后受伤了，在战场受伤了，在他的额头有一个疤痕，他觉得那个疤痕就是他的勋章，那当然就是在彰显他的反共的立场。之后，他又写了《星火》《青鸟》，都是写投入战争的作家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当时在写反共文学的，其实陆军最多了，然后再来是海军。海军当然是在左营，我的故乡左营。那当时在左营有一个叫郭士芬，他是一个海军作家。他后来在省政府的新闻处工作，因为在反共时期或者戒严时期，党政是不分的。你在党的工作，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因为党政不分，这就是说，后来在谈这个退休金的时候，就是把党的职务的年资也算进去了。那所以现在转型正义也在处理这个问题。这都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了，都已经那么久了，我们今天还在处理这样的党政部分的遗留下来的问题。那当时的反共小说呢，大概就是有一个公式：反共加爱情。这个就像30年代左派的小说是革命加爱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譬如说，一个男性，他为了要救国，然后他就必须去参加革命。那参加革命的时候，这个就开始天人交战了。这个女性朋友要怎么办？有的就是必须分开。好，那就变成30年代那个左派小说的一个公式了哈。就女性愿意忍耐，等革命成功的时候等他回来。还有更壮烈的就是那个女性说：“我跟你一起去革命。”男女就参加革命去了。那这种公式来到台湾，它就不是革命了，它变成反共了。那反共加爱情的故事呢？那个作者就很多了。它已经变成一种套式，就是把它套进去，就变成一篇小说。所以反共文学最后慢慢不会有读者看的原因，是因为它情节变化都已经一律化了。公式化了。那有一位潘磊，他是从越南回来的，他在越南曾经也反共过。他来台湾所写的反共小说，并不是以台湾为重心，也不是以在中国大陆为重，他是以越南作为故事的背景。所以他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一篇叫做《富良江畔》。另外一个是为祖国而战，最后一篇是《红河恋》，写的最成功的是《红河恋》，那当然是在写那个越南的河流。这后来就构成了反共时期呢《红河三部曲》。那《红河三部曲》呢是最典型的反共文学，但又不会失去那一种陈腔滥调不会变成一种制度式的公式的那一种书写。他得到国民党的颁奖，在1950年代，他变成非常重要的作家。那么，对于反共文学，我曾经是非常保留了，因为觉得他是在党的驱使之下所写出来的作品。我必须要再到那个1980年代，我在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老师
我在当时我在台大历史所读书，我的高级英文老师，他的名字叫齐邦媛，齐邦媛就是写《巨流河》的那一位作家。他当年写出一个文学批评，叫做《千年之泪》，他就说，我们在讨论反共文学的时候，不要常常只看到他反共的那一幕，他事实上他是在写中国百姓受到创伤的一个过程，而那样的创伤，后来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中国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开始写出很多在文革里面受害的故事，那样的小说被称为伤痕文学。齐邦媛在《千年之泪》那一本论文集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伤痕文学其实就是过去的反共文学。我觉得他这样的讲法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评语，毕竟流落来到台湾的每个人都是伤痕累累，有的人是被抓俘来的，像河南人雅贤，雅贤第一次认识电灯，认识时钟几点钟，都是到台湾以后才学习的，因为他们在乡下怎么会有电灯，他们点的是烛火，然后他们也没有啊，他们晚上黑了就睡觉了，他们说没有说晚上几点的，只有现代社会才会这样。他是从一个乡下来到台湾现代社会，所以呢，他后来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也会非常难忘他第一次到达左营海军军港的各种感觉。那当然，我们在谈那个反共文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可能比较重要，就是彭哥。彭哥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1950年代的作者，他后来是国民党文工会主任，然后他也是负责中央日报的主笔，那中央日报当然就是国民党党报。他在1956年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叫《落月》，结果这本小说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看到了。那夏志清在美国正在写中国现代小说时，台湾的许多作家其实都被他忽视了，可是他注意到有一个叫姜桂，这是后来要提到了。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个彭哥的《落叶》，他那个写《落叶》，他把它非常肯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